这条街所有的评论都是我的了，就这么给我上！当班就咱俩呀！我废什么话？别这会儿，姐，我去那边。喂，媳妇儿，你快来救我！他这不完蛋样吗？等我。 敢欺负他？哎呀，敢在我地盘上评论？哎呀，我告诉你，社会没有绝对错，只有优胜优。哎呀，干什么想打架呀？老钱，你怎么回事？能带人家地方去吗？站错队伍了！我告诉你，你现在是法律社会，你有责任吗？哎呦，我是不是打你脸了，大哥？哎，不怪我，对。 喂，你好，公爵是吗？是的，您呢？我们这边是拆迁办的，需要过来填一份资料。啊，要拆了，行，等我啊。你干啥呢？我，好嘞。我怎么看着这事儿不保？竟然让老田知道我一家之主的地位不保啊？我不说错就不到了吗？不要跟我硬碰硬，我手机是伤，你手机是病。关你好。哎哎哎哎哎呀！比着老谁出脑比的？没有啊。我手机呢？ 这大过年的，哪能包点东西起来？啊！老钱，过来贴春联了。绝了！哎，我猜这里边肯定是平的。我骂他呀！阿姨，啊，告诉你，老钱，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，个儿心里有点数啊。我不告诉阿姨，她也不能少活一次。知道就好啊。 阿姨，可算来了，你都不知道同学频率咋评我的呀？啊！一会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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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会儿
的就等两点，人家处理呀，吹吹处理的要了命。咪咪 defeat 还没完事儿啊。哎呀妈，吹啥吹，完事儿了，走吧。等会儿我拉屎。干哈呢，搁里那么长时间呢？别给我废话，赶紧把屎夹了，赶紧出来。哎，老板，这大五轮得23块8，没钱。哪有钱呢？行啊，老田，今天表现不错啊！一会儿我做饭犒劳犒劳你。我来，跟我来就我来呗。啊，这你让大虎的炒菜吃吧。行，没有肉吃啥呀？能不能吃？那米饭呢？我的天！你没泡水？没泡的。